水型。主要用途及特性。PFBH 金级单向冲子成型器，防水型，具较佳之结构强度与耐用性，具防水特性，适用于成型平面膜床、放电加工机床所使用的电极进行加工，对于各种形状的冲头可精确及快速地进行磨削加工，无论圆形、圆弧形、多角形，各种角度之冲头使用平砂轮按等份角度分割，不需中途取下，即可完成成型研磨，是标准冲子的尖端研磨工具。特别有中心贯穿孔，可供过长的冲头及射烧使其延伸，而得以加持加工。本机V型块设计压板，能稳固及精确地固定弓箭，并有上下微调功能，采用高精度双组轴承，以达到高精度及稳定性，并有传统型数倍以上的寿命，实为一种新颖性和进步性之创作。主要参数：中心高85正负0.5毫米，微型块夹持直径3到35毫米，微型块上下调整量26毫米，分度盘尺数24等份，分度精度15度正负5秒，贯穿孔直径36毫米，外径加工及六角形加工。操作步骤，例如加工顶针外径及研磨六角形。操作步骤，顶针外径加工。第一步骤，圆棒的装夹及中心校正，清洁磁台面，放上冲子成型器，用千分表校正冲子成型器与床轨平行，旋转磁台开关至 on 位置，将圆棒放入 V 型槽，用 C 型夹具固定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旋转分度盘90度对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用千分表接触在圆棒最高点。此时指针所指示之数据即为调整冲子成型器与加工物同心之参考值。分度稍脱离定位，转动刻度盘零刻线对其主体零刻线，稍微放松 V 型块固定螺丝，调整 V 型块到千分表相同指数。此时表示冲子成型器与加工物已同心。同心度校正好后，锁紧 V 型块固定螺丝，为确保同心精度，再次用千分表校正是否准确。第二步骤，外径研磨，移动床轨，使圆棒最高点对齐砂轮中心，调整好磨床左右定位档块，锁紧螺丝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旋转把手慢慢进刀 X 轴研磨至所需要尺寸。正多角形加工，例如六角形加工。操作步骤，刻度盘零刻线对其主体零刻线分度稍定位，研磨第一边，以零刻线为基准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依次旋转60度，即6/360度等于60度，并将分度稍定位，等份加工其他五边。角度的加工，未满15度的零散角度加工，分度盘不能直接分度。冲子成型器因有正弦棒装置，均可很容易的加工，例如研磨12度。操作步骤，第一步骤，中心的校正，将圆棒置放于 V 型槽，用 C 型夹具固定，清洁磁台面，放上冲子成型器，用千分表校正冲子成型器与床轨平行，分度稍定位，旋转分度盘90度对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用千分表接触在圆棒最高点。此时千分表所指示之数据即为冲子成型器与工作物同心之参考值。将分度稍脱离定位，
转动刻度盘零刻线，对齐主体零刻线，稍微放松 V 型块固定螺丝，调整 V 型块到千分表之相同指数。此时表示冲子成型器与加工物已同心，锁紧 V 型块固定螺丝。为确保同心精度，再次用千分表校正是否准确。第二步骤，平面的研磨，旋转分度盘90刻度线对齐主体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依所要求尺寸进刀研磨一面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旋转分度盘90度刻度线对齐主体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依同样方法研磨其他几个面，角度的调整，查块规尺寸表12度行与零分相交之数值 12.474， 选择 12.474 毫米块规，分度盘零刻线对齐主体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推出挡梢，调整挡块靠近挡梢，并锁紧挡块固定螺丝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将所选择块规放入挡梢与挡块之间，如此以块规回转移动所得中心角，即为所要之角度12度。研磨过程中未免以此角度位移，以适当之力道固定角度定位螺丝、挡块与挡梢，这即有定位结构，依加工需求角度调整挡块位置并固定，即可以用挡梢直接定位，便于量产加工，依要求之尺寸进刀研磨角度求得的快规尺寸，如过小时请改用补数，自15度减所要之角度，例如需要2度30分的角度时，试用 2.617 毫米的快规就能直接分割2度30分的角度，若改用补数，即15度减2度30分等于12度30分，退12度30分就可以，其快规尺寸 12.986 毫米。例如求角度9度30分的快规尺寸 sin 9度30分乘以60，由三角函数表得知 sin 9度30分等于 0.16505， 所以0.16505乘以60等于9.902毫米，这就是快规之尺寸。圆弧的加工，例如加工同心圆弧，第一步骤，圆棒的装夹及中心校正，将圆棒放入 V 型槽，用 C 型夹具固定，清洁磁台面，放上冲子成型器，用千分表校正冲子成型器与床轨平行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旋转分度盘90度对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用千分表接触在圆棒最高点，此时指针所指示之数据即为调整冲子成型器与加工物同心之参考值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转动刻度盘零刻线对齐主体零刻线，稍微放松 V 型块固定螺丝，调整 V 型块到千分表之相同指数，此时表示冲子成型器与加工物已同心。中心校正后，锁紧 V 型块固定螺丝，为保证同心度，再次用千分表校正是否准确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调整左右各需要旋转弧度，推出挡梢，并用调整挡块固定，转动把手至调整挡梢位置，依所要求尺寸下刀研磨圆弧。一心圆弧加工如图，操作步骤，第一步骤，圆棒的装夹及中心校正，将圆棒放入 V 型槽，用 C 型夹具固定，清洁磁台面，放上冲子成型器，用千分表校正冲子成型器与床轨平行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旋转分度盘90度对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
用千分表接触在圆棒最高点，此时指针所指示之数据即为调整冲子成型器与加工物同心之参考值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旋转刻度盘零刻线对其主体零刻线，稍微放松 V 型块固定螺丝，调整 V 型块到千分表之相同指数，此时表示冲子成型器与加工物已同心。中心校正后，锁紧 V 型块固定螺丝，为确保同心精度，再次用千分表校正是否准确。第二步骤，平面的研磨，旋转分度盘九十度刻度线对其主体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依所要求尺寸进刀研磨一面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旋转分度盘180度，分度盘90度刻度线对其主体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依所要求尺寸进刀研磨另一边。第三步骤，垂直方向中心调整，旋转分度盘零刻度线对其主体零刻线，分度稍定位，用千分表接触圆棒最高点，记下千分表指针位置，磨床数弦尺 X 轴归零，再下降 X 轴2毫米，千分表接触圆棒最高点，稍微放松 V 型块固定螺丝，调整 V 型块使其千分表指针至相同位置，此时表示 V 型块已下移2毫米，锁紧 V 型块固定螺丝，分度稍脱离定位，推出挡梢，调整左右各需要旋转弧度，并用调整挡块固定，转动把手至调整挡梢，依所要求尺寸下刀研磨圆弧，挡梢脱离定位，旋转分度盘180度，分度盘零刻度线对其主体零刻线，依同样方法调整 V 型块下降2毫米到原位置，再下降2毫米即可研磨加工另一圆弧。注意事项及保养：一、使用中切勿重敲，慎防摔落及撞击；使用完毕，用毛刷清洁污尘，勿用空气枪或类似工具清洁，适时保持各滑动面清洁，以达到顺滑效果，并上防锈油保养。